Shinee Jonghyun 18日经传烧炭自杀身亡，消息一出让粉丝震惊不已，遗体移至灵堂，一早就有大批媒体和粉丝在现场守候及陪伴Jonghyun炫，甚至有人哭倒在地不能自己，各界花篮也不断涌入，希望给Jonghyun炫最后的祝福。防弹成员在韩国时间11点多就来悼念，快速进入灵堂，表情相当悲伤。
钟铉私交非常好的姐姐宝儿也选在第一时间来看钟铉。宝儿身穿全身黑，面无表情走入灵堂，待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开。Red Velvet 全员到齐，一起快速低头走入灵堂。少女时代校园也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灵堂前。钟铉的离开对韩国演艺圈带来极大。